大家好，多米斯老师，这现在的货场啊，又从洗煤厂拉回了一大批煤，拉了三种煤，一种是4200卡、4000卡和3800卡，最常用的这三种煤。现在我就来看看，新拉回来那个这三种煤怎么样？啊，这一大片，这是刚拉回来的，这是4200卡的煤。啊，这一堆一堆的，还没有穿堆。这是大洗煤厂出来的洗煤，现在都没穿堆儿啊。这煤，这个煤挥发分是36-37个，胶呢是4个胶左右。来掏看看怎么样。这昨天下点雨，这煤啊就是有点湿了。这掏一看看，这里头是这样。这大洗煤厂出的煤啊，它是稳定，能稳定一些。这段时间呢，没过厂啊，没少进煤。这是4200卡的，这现在是供暖呐、电煤呀、最常用的煤。这个煤民用啊，现在也够。你看这个4200卡的煤呀、价格在460。哎，这一大堆是4500卡的。这个煤这两天要的也多了。4500卡的煤怎么样？来，哎呦，掏一掏。这个煤也是36-37个挥发分，胶呢也是4个胶左右。现在你看这个煤啊，卡数不同，价格不同。你看4500卡的煤，现在就得520。这卡数越高，价格越高。啊，这一片，这一大堆，这是4000卡的煤。这些煤啊，这都是一个洗煤厂出来的，所以说它挥发分呢都是在36-37个，胶呢都是在4个左右，这一大垛，这也都刚拉回来，也都没穿堆。现在呢，这个4000卡的煤呀、这个煤的价格啊是420。这个煤啊颗粒度好，烧链条炉供暖呐，做电煤呀、都可以。这个煤。这堆煤是3800卡的，这也都是36-37个挥发分，4个左右胶，这今天早刚拉回来的，在这儿了，都没穿堆呢。那现在那个3800卡的煤啊，这量也有，一大堆都是。这现在已经到了用煤的季节，所以说煤过场了，备煤备的也多。现在呢，这个3800卡的煤啊，都是400。这煤是烧链条炉啊，做电煤啊，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个煤颗粒度还好，这都是大洗煤厂出来的煤。大家看看这个价，现在这个价怎么样？这现在这煤啊，这陆续还在往回运。这现在啊，快到了取暖期，这现在煤厂呢大量备煤，但是这个煤啊也备不下，你看。这面背这面就拉走了。现在这个煤厂啊，还有几种煤，就我也没给大家分享。最常用的这几种煤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大家用什么煤啊？用什么特殊的煤啊？也可以在我的那个评论区啊给我留言或私信，帮大家呢去寻找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